成都远洋太古里正式揭幕全新概念旗舰店，品牌大使宋茜及品牌好友 Into One 成员赞多、米卡、周柯宇现身活动，一同感受蒙克莱所带来的独特高山美学与全新创意体验。现场，宋茜以一身爱心马甲搭配薄荷绿羽绒裤现身，可爱又元气。近期热播的《风起洛阳》中，宋茜饰演的伍思月有不少的打戏。难度是一定有的，对。然后，其实不光是动作戏的一些挑战，包括对怎么去做一个古代人也是有一定挑战的。对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《风起洛阳》。Into One 成员赞多、米卡、周柯宇一同亮相，分别搭配了红、蓝、绿色系的羽绒服，保暖又时尚。椰子树和花，还有后面也椰子树的哦，然后很好看吧。我今天的衣服全部蓝色，所以我很喜欢有海滩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穿的羽绒服都是 Monster 和棕榈天使的合作，然后所以我们身上都会有一些棕榈树的logo。然后我们的羽绒服呢，都是就相比传统 Monster 的羽绒服，它都会在款型和颜色上面有些新的设计，包括我们有短款的羽绒服，然后看起来就会羽绒服和街头的潮流。现场 Into One 也分享了近期的工作安排。二川马上就要来了，对。然后二川呢，就是会有很多新的中国风的歌曲，对，还有这次也是专辑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类型的歌曲，对，可能不会一直都会是我们那种比较快节奏，或者是很多舞蹈的片段，对，也会有一些偏民谣一点的感觉，然后也会有很多的东西，然后也会有稍微长线条、慢摇，对，都会有，对，大家可以好期待。对，我们在这边超新星，对，我们最近都在穿新的一些运动项目，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。